正是因为无法更改，无可违逆，只能接受，命运才会被称之为命运。占卜就是把既定的命运准确地展示出来，过度的修饰只会让人们产生误解。正是因为无法更改，无可违逆，只能接受，命运才会被称之为命运。
占卜就是把既定的命运准确地展示出来，过度的修饰只会让人们产生误解。